打个电话。哎，谁的电话要提前上闹钟啊？喂，是我。嗯，今天几点开工的？嗯，下午1点。夜宵合不合胃口啊？嗯。那今天大约几点可以收工？已经结束了，算收工了吧。你今天中午怎么没有打电话啊？哦，今天中午比较忙，没顾上。你感冒了？啊，没事儿，昨天晚上有点着凉。吃药了吗？还没吃呢。那不说了，快去吃药。现在啊？是啊。现在身边没有药。你身边都没有常备的药吗？你怎么回来了？是啊。等我1分钟。时光无法偷走回忆，用尽所有力气去寻找你的痕迹。我先走了。哎，获奖的事还没说完呢。电话说。哎，这着急的，人又不会跑了。为你赋词写意，温柔的很伤心，重写前尘往事的结局。你怎么回来也没提前说一声？哦，我想给你一个惊喜。你今晚还走吗？走去哪里啊？我是说今晚除了见我还有别的活动吗？今天晚上我没有其他任何的活动了，今天晚上我的任务就是送你回家。那我们走吧。我帮你拿吧。